签名配，但是照片不配。照片怎么的了呢？并不是长得帅就一定配得上的，主要是气质。交闪可以，你眼儿多呀是吧？继续呀、啊。全军出击。为了皮尔洛夫的进化，我用灵魂做了交易。斩杀风魔剑魂，谢谢小诗恩的飞机。那一招顶多算是中等水平，我不亏的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快刀。剑姬的英雄确实是挺恶心人的，我发现。我们慢慢跟他耗啊。自满会孕育死亡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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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似乎两把刀是比一把强。拜拜。总会属于钱包最后的人。进化的代价是必要的死亡。呀、跟这种剑姬这种英雄对线呢，我就不能跟你们说话了啊，不能与大家勾留太多。我需要注重我每一个细节。哎呀，打不了空了。先把这个剑姬给他 A 死，我们回头杀凯隐。问题解决了。还追呀？这行吧，这。他也知道他跑不了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我赢不两个的。哎呀！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呀，没打着。回家了，谢谢黄泉海的飞机，还有十秒钟开奖，兄弟们赶紧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还最后十秒钟一架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恭喜今天血辣的不是
空虚骄傲的鲜花人，我以为血拉钻要中了呢。血拉钻拉血了。又来了，老弟。呀，好走位啊！大柱 ，Q 让我断了。不行啊，兄弟，还有闪现。给我大哥，我躲了。这波他妈让小兵给我卡了，能烫死不？哎，气死我了！小兵卡位了，小兵给我十字围杀了，给我围里边了。哎，可恶，简直是可恶！而且这波没够细节，你知道吗？这波不够细。哎呀，这波应该 Q 技能再等一等好了。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我可是有盾的，小伙子。越塔杀我，你不上当了吗？他上当了，他着急了。互相喂饭，兄弟，你根本不知道刚才我有多细，你知道刚才我有多细？哎呀呀！就刚才这一波，首先我看了一眼我的被动，还有两秒钟吸地，我没有先 A 他，而是我先大他拖一手，我大招那个被动的吸地下来一手平 A 接上一手盾，刚刚好让他 A 不死我。细节。这就叫细节。运气好，哎呦我天哪，这根本不是运气。这也行啊。算了，一会儿再拆吧，我们先补点兵。
哎，哎，慢慢耗啊。那你这不没了吗？拉起。又到了好兄弟环节。可恶。这英雄还是得带不灭呀，我这一看。好技能。技能放的是不是有点毛病？这波峡谷先锋。呀。这波峡谷先锋一个滑了。算了吧，撤吧兄弟。科技与我的关系还是没够细节，刚才这个E还是着急了，你知道吧。还是着急了，下回可不能这么急了，你知道吧。有点忍不住了，没忍住。传一波，看看能不能杀得了啊！我三项了，我感觉应该差不多。再试试吧，太容易看穿了。这他妈也能把我弱点给我破了？我们已经无敌了呀，这真无敌了，这回算是妥妥的无敌了。由于我们在上路拿了优势，队友也还可以。完了，塔皮没了。剑姬下去了吗？没下去，可以。这也行啊，没事。这没打着。拜拜。大家记住，玩圆规人千万别点征服者，知道吧？千万别点征服者，一定不要点。拉起。再见。灰哥。在不在？对面有小黄毛吗？有小黄毛，我们直接站这儿，一个拉走，晒的一匹。金钱总是万能的，战利品归战利品。点不灭既又又有虚虚，你看我这血，我2000多血。我的不灭给我提供了，这也不写提供了多少次，25次，25、25、25、25、25、25、125.5%，
亚多兰。走，我来了。直接跟我上来，拉起，就都妈的，在这儿挡一挡。投降了，嗨呀！圆规人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爬起来。来了吧，圆规人，兄弟们！